呀，今天海风很舒服啊！哎，很凉快啊，小风一吹，而且今天终于要来到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项目了，就是赶海。但是，张主任啊，以前咱们赶海吧，要不就是沙滩，要不就是礁石，你这真是泥地呀、啊！这个泥地，这里的海产物资才丰富呢，是不？对、啊，还可以洗洗。啊，现在这我就带你们去吧。赶紧，我先看看人家挖的啥。哎呦，我也要挖，我感觉大姐这地儿挺好。对，这块太有劲儿。哦，我也挖着了，看。对，好多、啊，一挖就是。这点儿，现在好像旅游去的。现在来旅游的人特别多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以前没有开发旅游的时候，咱们这块是什么样的呀、啊？哎呀，这块就是一个大海的，住宅呗，就是个海边，啥也没有呗，是吧？哎，怎么走了呢？哎，大姐，就我把这挖没了，大姐就走了。大姐，你看，来了一个抢的。好吧，那我也换地儿吧。估计这地儿也不行，我就追着他去，跑都别想跑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。你别跟我来呀！大姐说你别跟我来呀。